在周末开演唱会对你们来讲应该是很大的挑战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上班，然后啊，不会啊，而且你们明天还要上班不是吗？没有啊，哎，不是要上班吗？那你们平常在干嘛？你们没有工作吗？没有啊。哎，亲爱的，今天是啊什么？那边比较放得开了，不好意思。跟你说，演唱会不能 hold 住啊，各位，不可以。我跟你说，短短只有三个小时，你 hold 住就过了。可能下一次我要回来要七年哦。我刚在说啊，我今天第九场，亲爱的，我每一场我都当作好像已经演唱会唱完了，就是最后一场这样。我没有在客气的，我的声音每一场就是直接就是大爆炸，好不好？我不会管明天有没有唱了，你们也是，好不好？哎，让我听一下那个从口罩里面发出的声音是怎么样？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